早晨，早晨啊，各位同事，又一个工作天，我是豆豆，东家豆啊。好，在短短的几分钟，又同大家倾下偈啊。大家每星期最喜欢哪一日呢？一至七，七十一，烂嘅，好鬼烂嘅啫啲嘅。最喜欢星期六啦，系嘛？玩个彻底，抛开一切啊！或者星期日啦，懒洋洋的摊头日啦。如果有多一日咧，一个星期有八日，呢第八日你希望系一个咩心情嘅日子呢？星期六搵节目，星期日系摊头日啦。但是呢，这一日的摊头是不够的，是吗？再多一日的星期天，用途呢是为着明天奋斗的工作而做好心理准备的心情。这一日是集体文化，不准出街的，那好不好呢？星期八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在职场上班族是有星期八这回事？一至日我们大家都习惯性使用了，几时是星期八呢？它不是一个日期，就好像六十一秒那样，不是一分钟里面的延续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心情。星期八的意思是和你工作无关的，绝对完全彻底给自己一个宁静的空间，畅和而身心都栖息的状态。其实星期一至日大概都没得点头，一至五工作，周末找节目，周日都找节目，有时或者是家居打扫日、家庭日等等，完全发呆，什么都不做，即是歇下咁啦，已经咧系属于一种奢侈品咁啊。其实咧，星期八咧，对于繁忙嘅上班族咧，系好有呢个需要嘅。星期八点样安排呢一日嘅时段呢？最好系俾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啦，可以系瞓觉，可以系听音乐啊，熄咗个电话佢，所有嘅聊天软件咧都熄埋佢，电邮都唔好睇，俾自己咧换咗一种完全休息嘅心情啊！可以试下想下都得，唔思唔想又得 hea 啊嘛！咁星期八喺边度揾出嚟呢？人人唔同啊，因为每个人嘅工作节奏咧都唔一样。不过咧，如果重视星期八嘅时刻咧，一定能够喺你繁忙嘅工作里边啊，揾到一点点嘅空间啊！点解要星期八呢？太污染啦！你睇我哋部电脑，连回收资源桶都俾埋我哋啊！污染嘅地方有好实质嘅嚟自办公室啦，气味嘅污染，呢啲气味咧包括唔重视卫生嘅垃圾桶传出嚟嘅气味啦，洗手间传出嚟咁啊，唔守规矩嘅同事啦。烟味啦，各式各样牌子嘅香水味啊，中午之后一大堆饭盒嘅味道啊，好多好多气味。除咗气味嘅污染，仲有零食嘅污染啦。无论你几爱零食啊，有时咧都会觉得厌闷啊，十居其九都系甜食啊，免糖分太多，免体内酸碱失去平衡啊，免我哋嘅细胞加速老化，而不得将佢俾晒人啊。还有环境的污染，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往，最重要都是来自人说话的污染，句句有刺，又不能够跟他正面地产生冲突，真是很需要这个星期八帮助一下，将这些垃垃圾圾消化了他。好，星期八，每人都有佢心目中嘅星期八啦。
同大家玩个小测验啊。问题：一星期有七日，如果真系有多一日啊，你想会系增加以下嘅边一日呢？选择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、星期日啊，系啊，冇二四六噶。拣定未？选择星期一，选择呢一日嘅同时咧，系象征咗过住一啲 Blue Monday 精神沮丧嘅生活啦，亦代表你同另一半咧个关系啊唔系咁好噃，所以咧面包对你嚟讲咧好重要啊，爱情可有可无啊。好，选择星期三嘅你咧，系介乎爱情与面包两者之间啊。好容易动摇啊！当你嘅佢啊诱惑紧你嘅时候咧，就会长命功夫长命做啦。当冷战嘅时候啊，工作最好长做长有啊。星期五啦，选择星期五嘅你啊，系属于生活情趣型、啊，同你拍拖都唔错啊。爱情与面包系你嘅人生计划里边啊，同样咁重要啊。好，最后星期日啦。选择星期日的你是爱情推崇者，上班对你来说只是谋生的，而放假是多多益善。好，玩完小测验，不知道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？时间又差不多了，要上班去了，希望大家都找到心目中的星期八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宁静一下。拜拜。